一家品牌的口碑与销量绝对不是情怀两个字就能概括。今天的华为手机不但稳坐国内市场第一，而且今年第二季度的全球销量还追平了三星，跟其他的国产手机拉出了两位数的差距。但今年的华为真的很难，你以为我要开始煽情了吗？不，我只是还没抢到。那么如果没有背后的品牌光环，如果没有情怀使然，你觉得 Mate 40 Pro 还能这么卖座吗？中庸是我对 Mate 40 Pro 的第一感受，一样的步步屏，也用的胶囊挖孔，频繁的90赫兹，普通的66瓦充电，在2020年的旗舰之中啊，确实没有一个参数足够亮眼。硬要让我来说几个点呢，那就是外观解锁了新玩法，从圆到方，再到今年的甜甜圈，我是说新环啊，辨识度奇高，它可以是大洋彼岸的播放器，又栖止于保时捷的领域。再有就是独二无三的5纳米制程工艺的麒麟9000。堆到顶的24核 GPU 和平精英90帧模式稳得一马平川。然后就是续航了，4400毫安时的电池，3小时剩余电量60%，在一众有高烧的安卓旗舰里算得上中等偏上吧。最后值得说的几个特别亲民的改变，那就是实体按键回来了，双扬声器加上了，线性马达终于不拉胯了。差不多完了。 OK， 那么本期的评测到此结束。也许是同行给到了太多惊喜，也许是外部特殊的环境，那么大家对于 Mate 的期待放的的确是有点高。我们这些人在用数码圈的标准来衡量它，却忽略了最开始 Mate 系列的定位。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爸想换手机，我曾极力推荐120赫兹刷新率的，那我爸用了用说，是挺流畅的，还有什么吗？它快呀。是挺快的，那它还能做什么吗？它用起来爽啊。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了代购的存在。真正看我们这些数码博主视频的人在现实中真的就那么一小撮的存在，大家都在强调参数数据，反而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大多数人关注参数的时间还没有研究怎么找人砍一刀的时间多，所以中庸并不是平庸，恰恰是另外一群人眼中的刚好够用，也能让我们这些人到刚好不吐槽的地步。一台要满足两代人的需求的手机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行你上咯。所以本着不信邪的精神我重新审视了一下 Mate 的设计。你说新环不好看，哎，那我们就拆开看看。华为的四颗摄像头模组基本上占用了上半部分2/3的面积，并且采用了中空的主板，难道放一边就会更和谐吗？就目前的效果图来看，显然我觉得还是居中更好。而且这种设计让元件并没有堆叠在一起，有效保证了散热。1个小时和平精英后，机身也只是温热，最大的发热源在新环的右上角，正好被握持的姿势避开。同时相机模组的一圈还增加了 NFC 线圈，唯一要说不足那就是为了给顶部的双扬声器让路，必须把前置开口放在旁边。所以就再来看看这个正面，都在吐槽的药丸带来了 3D 人脸识别，还保留了屏下指纹，戴口罩呢也依然可用，带来了质感支付，带来了 EOD， 带来了识别面部方向调整拍照方向和照片预览。说的高大上一点这颗药丸能感知你的状态，并且让手机做出相应的调整，它的意义完全不亚于当年在 iPhone 4上加入的陀螺仪。而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家用一颗小药丸完成了比刘海多得多得多的功能，你却只在意它的丑，哼，男人。同样的问题还反映在系统上，大家有多在 Emotion UI 的老成，就有多忽略系统上流畅的体验。搭配90赫兹一体的锁屏，36个月卡不卡不知道，反正现在是第一梯队的体验。而更重要的是多屏生态的布局，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多屏协同，那么我强烈建议就不要尝试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绑架消费者的功能。文件互传，窗口多开，很好的弥补了多设备之间连接的问题。这样的体验能打的也基本就只有苹果的 M1 跟母公司了吧。系统是一个故事，而影像则是另外一个。直接来看样张，对比华为 P40 Pro Plus 和 iPhone 12 Pro， 在阴天之下 PPP 曝光明显不足， Mate 40 Pro 呢识别出了天空就增加了一抹蓝色，反倒是 iPhone 12 Pro 更接近于肉眼的实际观感。夜景下 Mate 对高光的处理对比 PPP 又有了进步，细小的灯带、建筑的纹理都清晰可见。再看看 iPhone， 毕竟是1200万，
超广角镜头下 iPhone 还原了最多天空的内容，高像素的华为呢继续在细节上占尽优势，当然视角不够广还是老问题。长焦方面 PPP 足够清晰，而 Mate 色彩鲜艳。至于 iPhone 吧，它有长焦吗？其实除了影像系统之外，在很多的地方这家公司都坚持自给自足，所以那些曾经我们吐槽的 RYYB 吐槽的芯片发热，反倒成为了今天不被制裁的家底。而另一方面，从用户的需求出发，总能整活，也让我觉得华为在践行我们致力于全人类创新这句话。远见和格局决定了高度，我们讲的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隔壁都是玩不起掀桌子，嘴上说环保，心里都是钞票。当然这玩意儿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就好像是夏日胡杨秋日胡杨，你看多好听，那翻译成英文呢就只能是 green 和 yellow。毕竟情怀这东西你硬要让老外理解，那也只能被翻译成什么气。但情怀从来都不是用来感动自己的，无论是真无良还是反串黑，那么一些人经常宣扬这种什么情怀买单，绑架消费者不买不是中国人之类的，受制裁卡脖子很难受。同样是敲键盘，唯一的出路是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天天叫嚣这个震惊那个慌了，让本来简单的购买决策变成了一场沦为笑柄的对骂。说到底一部手机而已，是否卖座呢其实有多种复杂的原因。 iPhone 12的价值在于很多人习惯了生态， K30S 的价值在于做到了极致的性价比， 8T2077 的价值在于大家真的都还没玩到游戏。而 Mate 40 Pro 我也相信过了这么久还需要预约的热卖，就证明了在大多数人眼中这是一台足够满足期待的机器。所以也不要天天韭菜这韭菜那的了，大家都是韭菜，因为高出半个头就能装蒜吗？有意义的事儿太多了，比如点一个一键三连。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其实这期视频做的真的非常纠结，因为在当下的环境之中你很难不带情绪的评价这款产品，并且管中窥豹盲人摸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也不知道当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弹幕是在说我恰饭洗地，还是一个劲的在刷保护呢？不过衷心祝愿这家注定要站在风口浪尖的公司能走得更远吧。 OK， 我是你们嘴上不说但心里一定觉得很帅的 UX， 我们下次再见。